姑娘，你醒了。想趁人之危。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想帮你盖被子。还敢狡辩。你要破题。嗯，又成功了。喂，你凭什么乱扔我东西啊？无耻淫贼。喂，我救你一命，你却在我家又打又砸，帮你盖个被子还差点被菜刀砍死，还骂我淫贼。难道你真是麻烦。别误会啊，我只是怕你在地上着凉。你是妖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妖？当然是瞎猜的，原来真是妖啊。你好了，你伤得不轻，先歇着吧。炎灵学宫的人说不定就在附近，你要走也晚点再走。炎灵学宫，你是个修士，为何帮我？嗨，我哪儿算什么修士啊，就是个闲散的修法之人，无门无派。至于帮你，哼，炎灵学宫要杀的人，我李富瑶偏要救。师傅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云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伤的你？哎呀，有你这么坑徒弟的吗？你怎么不告诉我李扶摇？李扶摇他会三教内力啊。李扶摇，他修习了三教内力？对啊，而且还一下突破了三品，不然也不会吓到我，害得我被一个最低等的落雷劈了呀。多年来有不少天资绝佳之人试图同修三教内力，但是三教内力运用之法相差极大，同修之人都爆体而亡，无一幸免。这李扶摇亦无师长传授，而无功法相辅，他怎么会？师父，那个李扶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好像跟学宫很大仇似的。有仇？当初学宫掌案并未提及学宫和李扶摇有什么仇怨，只是嘱咐务必把人带回去。难道我看师父你是带不回去他了，估计你又要被那些人……不可背后说人是非。只见那书生为狐仙迷得晕头转向，来到了晚上，两人进得房中，蜡烛却突然熄灭。是有大妖又蜕变，今天居然能同时用出三教内力，我还是挺厉害的嘛。趁着状态好，我再试试禅宗金光。有了，再来如教白焰。
出两种功法了。好，试试第三种，道家紫气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受控制，为什么？那里平息了。小赤，可算逮着你了！这小东西，哟，劲儿还不小。白老头，快帮我一下，抓这家伙太费劲了。我陈胜寻到你乃是你万凶之福，要懂得惜恩，麻烦点，乖乖化形入鞘吧。可累死我了，这小东西不仅长相别致，性子也是一等一的倔，有点意思啊，我要认真了。惹爷生气，爷就让你翻江倒海。